就盯着他，那这个很容易。他不会，他控不了。不是，那是那就盯着他，那盯着他不是也不对，那不着。他盯了就解决了，你盯着就不行。啊、我就不能。你盯着就着相了。知道吗？找定向。对，找定向。他盯着就解决问题了，他一直溜边儿。那您意思是我不用呗？我不盯。你想盯啥？你说。不是，您说找空相，我一直没明白。我觉得空肯定找空相肯定不对啊，我也没觉得我好像有一个空相，我始终在保持在那个空相里。我没想这样。你这个空相并不是说有一个虚空在那儿啊，我这空相是指一种什么状态呢？你招空相是第一是很多事无所谓，生不起兴趣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从一开始就这一切都有梦幻泡影，知道吧？它是生不起，还是生不起那种动力啊、兴趣，就是说没有特大的乐趣。你也做，不是说没兴趣，是没乐趣啊，生不起乐来，知道吧？生不起乐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有时候会觉得很疲劳，很烦，有时候还生不起乐了，这是一种空相，就是说没意义。这样你坐下做什么都没意义，知道吧？最终生命最终就是死亡，知道吧？空相就是你会看清楚宇宙生命最终是走向死亡的，生命活下去是没意义的，啥时候死就死了，你连这个身体也不会在乎，知道吧？他就死就死了嘛，谁不死啊？是不是？这是真相。这是真相，但不是佛说的实相，知道吧？在你在人道，这是个生老病死，好像是个真相，是谁都走向死亡。但佛说的实相是这个是不存在的。就是无所谓，没意义。就是这就是空相。你不是打坐的时候，可能你就有的人会觉得自己。有一些境界的人会觉得自己处在一种虚空里边，打坐的时候会有这种境界出现，无边无际的虚空，自己处在那个状态里边。不是老师，问题就是我觉得那个无所谓，无所谓。那个无所谓也不对。你就想也不想，啊、你以为你色空不二了，这才是问题。主要的是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个。对，这个我根本你根本就啥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啥也你在排斥，概念也排斥，什么东西？你认为你这种修行是对的？不是，我问什么？你要么像小超学习，悄悄地蒙上自己的眼睛，然后找个石磨，绕着石磨行佛走。行吧。行。你这样会。什么都就说无所谓，我连无所谓也否定了。就说你认为这样就是无心的境界，反正起心动念全没有。我不敢认为现在，就不是我认为。就连认为也不认为。就是，哎呀，就没法说，就是不可说，不可说，就是这种的。老师，我也有一个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起的任何念头，都是，想的东西能有什么对的呢？你起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不对，是在特定的时空是对的，只是在特定的时空，只是自我的一个误觉。但是你这个误觉，你这个错觉在人道是对的，对，你可能有些观点是对的，对，因为你的眼睛在人力的道来说你是对的，对，没错，只不过是你有局限性，并不是说它真的如梦幻泡影，真的是，只是说这个局限性不圆满，你这个认知。不是说你真的不想，你在人道，你是个人，你怎么能不想呢？是不是？这样不是百年这种修法是，你修这样，这样，就好像最后，这样不是最快的，好像这样可以无眼耳鼻舌身一样。你必须照见五蕴皆空嘛，你这个你这样子是其实到最后你是不可说也不可说，也不可说也没有，哎，这你这种境界是最后进入个无眼耳鼻舌身意的境界，知道吧？你要去把眼睛耳朵鼻去身意啊，全部的就是说把这个去抛去啊，就是说，但这种是这也是一种修法，但是这种就是说你
但是习气欲望其实有些东西牵引着相还是在那儿，这些东西还在那儿，就是说，所以这个其实修起来很辛苦，反而就是说，我觉得这样修也行，但是很慢。有有为法，继续修有为法。其实你需要修气脉，修中脉也行啊。你要把气脉聚集到一个地方，就是说你的要进入那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，才无眼而不现身。那照见的时候，他是进入了光的等级，他最起码进入空明啊。他那个是修气脉的。气脉其生理上转化到它才有照的这个字出现了，空明。那就是聚在定焦在一个点上，那念佛也行吗？我你比如说念佛，我就念佛，把它定在一个点上，聚焦在一个点上，那种用功就行了。比如说，我就一直在念佛。但是你无疑而比如说你气很散嘛，你这种气聚不在，你就生不了庙宇。我知道老师您不是说在修有为法吗？那我说我持咒怎么样？持咒也聚焦，你要持的时间不会很长，因为你持几个小时，你这对你气脉的转化一两个小时不行的。那您说的意思就是，我还是你的，还是修脉楼，修中脉，修气脉，关脉楼，把能量聚集，这个能量聚集起来。修脉，我就修中脉比较好一点。但是你又做不行，你又觉得累。最近。这也是宵夜。过一阵。还得修有为法。既然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，你就修吧，修什么法门？所有的法门全拿起来，哪个法门也行，就从有为法就是最不起眼的法门都可以用，观呼吸都可以。什么着相都我不怕。所有的相你都着，现在你就着相不怕。然后呢，你观呼吸也行嘛，你现在呼吸也不好，你坐在那了知你的呼吸状态。不要管未来呗，你还是有时候很散，杂念过去未来也是。过去未来人情世故什么你都懂，很多，而且热心，有时候也挺热心热肺的，这些东西其实还是人情味很重，我觉得修法上也没什么错，只是快慢的问题。你的修法也行，也就这样走下去，走有劲也行，但是它慢了点，而且对生理上有些病症啊自己解决。说你的腿疼不疼？经历了两个月，挺好的，是个好现象的。